晚上好，康康。哦，你每天都是第一，第一和第二永远都是，就是感觉每天都是北辰和康康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对，上朝了，今天上朝，准时准点上朝，也没有很准吧，晚了10分钟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你好呀，小吴。你好呀，你好呀，爱妃，谢爱妃的猪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快，确实。我感觉比较好吃。是吗？啊。我给你拿过去。刚做完冰狗，你一说冰狗，我就会想起哥哥昨天以为要讲 MC， 我吃葱，他以为要讲 MC 了，然后就跑到一边去了。然后忘记睡觉，我忘记睡觉，所以说，人类的潜力是无限的。最好的自拍，跑过去了，可以冲过去。你在哪边？我从右后面，最那边的4400冲到了，冲到了最左边的4100。谢谢小屋的爱的灯泡。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哪里有好久？我还呸，哪有好久？我们每天都在见。你们知道吗？牛郎和织女，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，所以他们其实每天都在见面。哦，你这家确实好吃。嗯，就是那家。晚上好，哪里好久了？进来。晚上好，我在吃依依的烤鸭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吃饭没事，那你确实好久了。对，我们来上海吃烤鸭。我本来今天有点想点烤鸭的，后来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病，我就没点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点了烤鸭。谢谢小猪几许的玫瑰花，但上海的烤鸭确实比北京便宜。谁被烤了呀？有病、啊！但是，我跟你说，在昆明买更便宜。我在昆明吃烤鸭的时候，就是20多块钱，就是一套，有一套就是单人份的，然后它还有鸭架，就很好吃。你怎么闻着哥哥的味就来了？我觉得只要有哥哥在的地方，你都在。这林峰，大笑人抢，没关系。我天赋异禀，我不会。你好呀，后辈。交的图片在高兴，我交了好多张，我还本来还有就是直播封面是我交上去的那张，但是他让我拍一张今天的，他还拿我的口袋照片，他说你看这不拍的挺好吗？我说好吧，我一会儿就拍了，我重新拍了，先拍了一张给他。北京烤鸭，一分钱一分，也不是，就是首先云南那边物价确实是便宜。你就看我之前吃，我在昆明吃那个羊肉米线就12块钱，在北京要30块钱。他没在这儿，他怎么没在这儿？他在我隔壁呢，是吧，哥哥？开封菜，等一下，我真的那个肯德基拎到最后，他刚刚在，他现在也在。解密烤鸭低价品，就是我们那边买一整只烤鸭，也就前段时间涨价了，要40块钱。之前就30多，之前有测试，没有。我当时刚好就在那儿补妆，然后我就一顺便拍了。对，他非得要今天的，但是我其实头发一样。嗯，你花96鸡腿收的图。如果菲比想玩那可没交。青蛙。啊？如果菲比想玩旅行青蛙。对，他想搞这一套。太无聊了，我信不信我出去就不回来？这不错。我的旅行青蛙出去就没回来，我没有教，我教是现拍的，好吧？我从来都我
是一个有那什么的商人，你是自己想来的。哥哥他太浪了，他不是因为你来的，他是自己来的，太过分了。那张挺好的，为什么不发？因为那张我是用一个荧光海换的，所以我不交。嗯，好的。麦当劳应该都一样吧。我在行李箱上，我抱着麦当劳，主要他们好久不动，自己不去反图收。什么呀？我吗？什么不回来？他说那个官博想玩旅行青蛙，我说那我不回来。给看过，广州我倒想去呢，那公司不想去怎么办呢？要变成108平，一大汉是吧？直播切片啊！啊，那个号是你的吗？你解法，我就解法你怎样？我故意的，我故意的。你怎么就完了呢？你那才几点就完了？你是不是行曲？你想干什么？你 Siri 老师被骗两个英，我说一人一个，结果他刷了两个，我以为他全部刷给李思奥了，结果他又来我这刷了两个，我当时狂喜啊，太快乐。广深做错了什么广深呀？广对啊，也没排期啊，我们也想去也去不了，而且公司也没排啊。这周是广州。你去广州干什么？偶然运动哦，不太感兴趣。我只对我们北巴感兴趣呢。就近来天津巡，天津会有的呀，但没定日期呢。但有说过这个事儿，只是没有定时间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直播里的头发颜色跟我实际颜色是完全是两个色系。东北那应该没有，天津倒是可能有，确实不是，都不是不太一样，是太不一样。我真的想在另一个手机上登我的口袋，我觉得那个手机拍出来会好看很多。调个滤镜看能不能调回去啊，调不回去，还不如不调。回 YLC 是什么呀？哦，有病啊。蓬松，我今天本来想带点干发喷雾的，但是他不卖，不对，他不让带，高铁不让带，我搜了，不让带干发喷雾。你现在不在天津啊？这不是之前疫情吗？没法儿。现在反正他饼是化了，吃能不能吃上就不知道了，那看呗，万一能吃上呢？防晒太大，对，我昨天晚上搜了，我昨天认真的搜索了一下，谢小王的巧克力，怎么你的出现是上海限定是吧？我来上海你就活跃了。我们怎么从上海去苏州？上海离苏州很近的呀，我听说了，他们上海成员要当天去当天回，连续几天都是这样，太惨。我们至少是过去住，至少方便一点。当天去当天回，我真的要晕，我真的昏死过去一个小时。真的每天坐一个小时，坐两个，来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，每天两个小时，谁造得住？我反正造不住。对，他们不开，他们要当天往返，这种时候就很开心的作为一个北巴人。可以收留上海车，我拿什么收留啊？我拿什么收留？这么神奇，对，还好是北巴人。斯巴自己开个酒店，我觉得他不是不想，他只是还没做到。便携床，要贵死了，还要而且拿好多东西，我都没有穿那个来，我都没有穿羽绒服来，我哪怕冷我都不想穿，因为我嫌麻烦。每个剧场边都有一个斯巴传媒的酒店，我觉得不现实。
你还不如把那个剧场开在人多的地方，有酒店的地方。这么冷，有点冷。入住送生血，那他肯定是抽生血，抽到哪个算哪个。开酒店公司特别出糗，他真想开。还好不冷，我觉得有一扣扣凉，但是不是冷。我开空调了。哦，对，他开空调了。还是有一点，我进来的时候感觉热热的。空的空气哇，套房送派立德，就东北穿羽绒服，我也一直在穿，好吧。送派立德，那派立德我们得拍死。抽身血，看不起身血是吧？穿卫衣能戴住，戴不住。我觉得冷，因为我觉得冷，但是每个人体感不一样啊，说不定你比较强壮一点，说不定你强壮一点，你又觉得那个什么小说都是。哦，我很久没看了，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了，我对那个东西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我对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印象了。上海是有点凉的，嗯，要去。看着看吧，我看情况吧，看几天的时间。是本英同学，真的好像啊，这个发型，我的天呐，尤其是今天那张反图，狠狠的蹭到。开，对，他开空调。我们进去之后，对，这不是有巡演吗？我们留一周，我必然要去迪士尼。新传病，怎么说呢？别的都挺好的，但是对成员不太友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光实在是有点太死亡了，尤其是对第一排的人来说，有点太不友好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是那个光啊，你知道吧？你站在越后面，他那个光越好，就很牛。我一下补外套，我觉得还是冷冷的，我还是觉得冷冷。那一类，对，所以他那个剧场就是，你能感受到他的光就是很，他可以很酷炫，但是不好看，对我来说没那么友好。尤其是我一笑，我整个脸都是法令纹。蓝光好险，但拍 FO 就会很丑。巡演起售价298，我们的吗？不可能吧，上海的吧？你卸了吗？再写一遍，谢库洛秋天奶茶，我不知道谢了没有。你独立问可以的线下，但是我上次我不应该是刚好遇到的吧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好像有遇到。贝贝爬起来跳公演，对，但确实就是哎呀太丑了，那个光真很死亡。但是人家长得好看，应该撑得住。我们像我反正是撑不住，我撑不住，我实在是不行。那个光又黄又那什么的，有点丑丑。你去看看，估计很难拍，我觉得也是。而且人家真的很 red。那个剧场灯光很好看，你要是搞点酷炫的东西的话会很好看，但是不适合打长得好。就是不适合，就是让人变得好看。幻境巡演298，那其实差不多，人家 red 呀。皇上脑子不好，不然要你们干什么，对吧？战区是卖298呀。我们现在那个鸭那个鸡架真的很好吃，那个鸡架真的嘎嘎香，就是他们当时还跑来我们隔壁吃，就是他们那边吃完跑来我们这边吃，反正没遇到你，太狠了。那是可能是因为人家天天看嘛，那去北京，那北京粉丝会想看嘛，我觉得。
就像我们来上海的话，上海粉丝就是有些有一部分也会想看，无所谓。你会去嘉兴路，我想去感受一下嘉兴路的那个灯光和镜头会不会好一点？你看那流星划过一瞬间，机架没有名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哎，是那个买的，嗯，爱妃那个爱妃买的，你问问他呢。他买的还挺好吃的，也不能说还挺好吃吧，嘎嘎好吃。呼呼，这是几个叉？那应该能的吧？因为感觉，这种风格比较类似的，就会喜欢的类型会相似一点。对呀，那可是 S 队。我不看，线下就那么几个。嘉兴路，但是应该还挺多的吧？我感觉，那这毕竟是嘉兴路的吧？你好呀，二哥，小二哥去献奶茶。Hello， 空城，无所谓，你入坑晚，以前都不认识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开热点？这个酒店我也找不到 WiFi。酒店的 WiFi 不好使。讨厌这个事情，无所谓，会在家看直播。哎，算了，不搞了。但是，就是北京老粉丝就会很开心啊，切到就去。对，我觉得如果能切到的话，可以去看看。我的舞台，对啊，我的舞台还要看很久呢。每当世界在变幻，人报销机票，那应该是没有的。机票买好了，那你干什么呢？那你去迪士尼玩一圈吧。你算老粉丝吗？我不知道呀，你对我来说挺老的，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很久很久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以前看优酷的那个。如果只针对我的话，对我来说当然是很老，当然是我的。小公爷粉丝，放了周假。你说我吗？还是你？我也想放假，但我不想放假。我现在我想公费旅游。从出道就关注。哦，你确实哈，我对你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撮蓝头发。你换个地方了，再见。对我来说，你有病吧？你不是吗？你有病吧？从出道就关注猪猪，然后现在才多来看我是吧？去苏州玩也没时间玩，其实都是有事儿。但苏州我觉得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外卖可以让我点一点的？我约了明天做美甲，我要重新做一下我这个指甲，我不想带着这么丑的指甲上 B50。进去还是去？哦，也挺好的，干做可以做一些自己平时想做的事儿。第一次看 BJ， 不信，凭什么就是你就是你自己说你自己嘛？你自己说有没有病嘛？想不想吃那个生煎？你知道吧？我吃一个就饱了，那个生煎有点 big， 然后吃的到处都是，然后我就不是很想吃，就是吃一个我觉得就饱了，而且就是有点腻。我没时间去店里啊，不然我问你们外卖干什么？对，我安排的很满，15453165什么啊？真的，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这么说，奥灶面是什么呀？我觉得有点油。生煎烤鸭我都来，没有啊？我就今天我吃了烤鸭，蹭了烤鸭，
然后那什么，然后我点了刚刚发房间那个顶特乐是什么？哇，烤鸭还是店里的好吃，我觉得都可以，都我觉得都挺好吃的，主要是我还没在北京吃过店里的，是吧？我就记得你来我面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一家面馆里我买星，我记一记。竹筒茶，一家平价的米其林面馆。竹筒茶感觉我有点兴趣。不尝尝上海的烧烤，上海烧烤很好吃吗？十年老粉，谢谢你，我今年三十了。谢谢你，其实我今年三十，马上要毕业了。上次我还没吃过。对，我上次来都关门，我败赢了，我说算，对，我说算。四季民我也没吃过四季民福，他们跟我说有点贵，然后我也没有机会去吃，怎么说呢，我也就是平时有机会去吃的时候，我一般都会选择就是那个寿喜烧啊，还有就是温野菜这种。人生一串甜点我好像点过之前。谢樱井的15个巧克力，谢谢你，祝你祝你不低血糖，祝你那什么，对，祝你身祝你开心，不是自助餐吗？啊，真的吗？自信是女人最好，你说的对，特别有道理。没有我，地球都不会转。熬夜过去，你就感觉这个世界上好，这个世界就是很大又很小那种感觉，就是你感觉吧，就是好像河也没火到那个地步，就满地都能就是有那个，就是你随便找个路人都能认识那种。但是你有时候就是在就是能遇到，谁家不让他带，但也没有完全到呀，就是离得近而已，他也不一定知道，对吧？哎呀，给你们看看顶光啊，顶光就看着我会发泪纹，但是把它光遮住，哎，你看是不是好了？你好呀，套路哥，你看这是法令纹，哎，没了，厉害吧？炒鸡，哦，北京啊，我以为你跟我说上海呢，我今天刷到炒鸡了，我操！但是我后来没点，我还说完了。今天没点，谢 AY 酱的爱的灯泡。没有我，对，没有我，地球还在转的话，你就是硬撑，硬撑罢了。祖国天都不会亮，祖国就会出现淹死的鱼，恐高的鸟。湖南辣椒好吃啊、哦，我好像吃过，确实好吃。看意思。学校都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说不定只是看，只是就是没被你找到。我觉得说不定会有死亡光线。不，我看了死亡光线不好看，我很在意法令纹，法令纹能让人老十岁呢。点不到鸡架纹，但我们能点到那个香菜牛肉饭，到时候香菜。老菜皮的妄想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真的是鱼的记忆，我马上我就忘了。哎，怎么横屏了？怎么横回来？怎么竖回来？哦，好厉害哦！搞个镜子在下面，我给自己打个光。算了，不打了。好厉害呀！哈喽哈喽，外卖炸鸡腿，我饱了，我现在好撑，我今天吃了好多，砰砰一串，我好像吃了，我上次可能我点那家不好吃，我当时吃隔离的时候吃过，看见法令纹就十年了，屁嘞，
那个香菜牛肉饭好好吃，这什么造型？这是姐姐做的造型。高铁怎么样？我觉得高铁比较好，我真的兴奋了很久。我就是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坐高铁干嘛呢？我今天先是兴奋了两个小时，兴奋两个小时以后我特别困，我当时我这眼睛睁不开，我这样了，然后思义，住住美瞳，我当时。然后我就清醒了，清醒了以后我就开始补妆，然后补妆以后，然后就大家就差不多都醒了，都开始补妆，然后就又开始嗨。没做过，但是可以玩手机。有床头灯吗？有，那个床头灯真的是把我照的，我刚开着，现在关了。它是床顶的灯，死亡顶光。没会翻，本来就困，看见翻牌那不得更困，就跟你做作业一样。你想象一下，当然没有说你们翻牌无聊的意思，但是就是你想象一下，就是在高铁上让你做作业，你困吗？也不太舒服，还行吧，比飞机舒服一点的。网不好，网不好，但至少有，你可以看小说。酒店灯光最好，对。我发现了卫生间灯光真的好，但是我想躺在床上。刚想玩手机的。我主要是我不仅自己玩，我自己玩手机，我还跟人家玩，我还跟思义跟李少玩，所以我们玩了一路，所以就还好。谢谢此最相思的甜蜜梦，呸，美丽梦境。对不起，太甜蜜了，一下子口误了。就是祝你的人生充满甜蜜。现在电视去看《狂飙》，我还没看呢。我把平板拎过来，但我没看，没发。你们凭什么不发？我知道你们不惜的给我发翻牌，懂了。把床搬到卫生间，那怎么搬出来？操躺卫生间。脏，别呀！美丽梦，你有病啊！你有病、啊！高铁的时候不知道干嘛，看剧又看不进去。哦，我有时候看小说也是看不进去，但是有时候实在没事了，你就会可以看进去了。别摸脸上的痘痘，我不抹。我昨天短暂的皮肤好了一下，特别好睡，太好睡了。我主要它那个座位比飞机舒服很多。说到结局就不想看了，我还没看呢，就是老想不起来。到达图被劝退了，多少钱啊？那么贵吗？高铁能写作业，高铁可以啊。群发定向让你哦，我很少发群发，想不起来这个东西。谢扣子的荧光海呀，哇哦！谢Coat的荧光海和蹦迪857两件套，给你蹦一个857吧。我不怎么发群发，都直播了，然后把晚上看小说的时间拿来回翻牌了。哇，他真的我哭死。你看吧，他就哭。哦，怎么你切了个号，小蓝猫？哎，我在那个，我读到你，我的一个粉丝想让你拍我出发，那你拍了吗？好多不同版本的，其实我都没看的，一点都没看。我看的是各种狗血小说，什么真假千金，还有那种灵异的那种小说，那种闹鬼的那种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都会看，那种还有那种。什么完美犯罪的那种我也会看。他不知道我染头发，那他怎么跟你说的呀？反正他会出手。谢扣的荧光海啊，不对，是刚刚那个，对不起。我读太慢了，我没坐过，我真没坐过高铁。高铁可以帮你写作业，那你得问我。七份机架那不行，我觉得机架这个东西吃一份就差点意思，吃两份的话就好吃但嚼不动。857，从来没收到哪儿，我发过，你待会儿好呀。出差的 vlog，
哦，拍了一会儿，但没怎么拍，这都能认出来。你就说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认不出来呢？你让我怎么样才能认不出来？你觉得我怎么样才能认不出来？你给我整不会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改了个 ID 是吧？你改 ID 也没有用。你改 ID 在我这还没改，让我看头像，哦，头像还没换，头像也还没改过来，现在点进去看见，嘉兴楼的价格，什么价格呀？不会，就是如果晚上不起来上厕所就不会，需要多久？一两个小时吧。本来想让，他根本找不到我，不惜暂停你去，哎。真的，今天怎么没有人上班？暂停，我来接。手术暂停，我去接。上课暂停，我去接。光渊讲犯罪，我看，我截个屏。出发算是手机拍的。啊、哦！我还看你一直都在拍那个虾宝，没想到你偷偷的拍到了，被我发现。翻牌基本上是行，对，昨天晚上太困了，昨天晚上太困了，我就睡过去了。我昨天晚上，礼物那边谁知道呢？那你得问问口袋，那你得问问口袋，幸不认出来。他这边在我这边，他 ID 都还没改呢，你说我怎么认不出来？木之配都是，那你拍了谁呀、啊？我很想知道，那你拍了谁呀、啊？中毒新粉丝，怎么你让我高兴一下？哇，吸到新粉了。丁房，谢谢歌剧的缺陷奶茶，好多我的阶级图，你发给我看看。还有人问去不去怂？啊，我没有优酷会员，你肯定说周周都看得到，不送，去送你在这。谢过去的爱的单车桃花朵朵和灯泡香薰奶茶五件套，谢谢你，谢祝你怎么呢？情人节过了，现在是二月，祝你二月顺利。恋岁图鉴哦，我好像看过那个哦，对，我看过那个，那个好看，就是有点好磕。早就发了，你发了吗？某个隐藏的小号吗？对啊，我在他旁边。哎，就说现在是没话说，丢了1000多张图，1000多张图多少钱、啊？我很想知道。顺利抢到2场的票，加油！祝福你，保佑你。首页 MC 你还有100多张，接高铁麻烦认一下出处。送的，为什么？那么好说话？晚上好呀，呆呆。陈坛佳酿是吧？那是啥？没人送你，怎么没人送我？送了特别，哼，懂了，特别多，突出一个，哎，点错了，突出一个特别多。小熊卫衣，这个背带裤都是我借的。众所周知，金曲住处只有一首歌，所以说明什么呢？他收了特别多。送茶盐，可是我又没有在长沙，拿来都不好喝了。先呆呆巧克力、啊、特别多图哎，对呀，哎，这样看住处，不同机位的住处，你到时候要少于3个机位，我都要骂你。收了多个机位，
说买了一堆衣服想找人帮他穿，什么衣服呀？不都差不多？哪有？哪有差不多？我不来，我不来长沙，我哪有时间去长沙呀？你让我来长沙，你不如说服一下北巴了去长沙。也有，别的地方，上海有吗？上海没有包子。南京有，哎，我今天路过南，坐高铁好路过南京，早，就是，哎，好想下去买一杯茶叶。不都是。我没喝过，我真的很好奇，想下车去买一杯茶叶。我知道那个自摇的珍珍给我喝过一个，但是我没有觉得很特别，我没觉得就是喝的那么好，就是那么好喝，就是他们说的那么好喝。上海不知道，我上海没见到过。南京巡演，我也想呀。我想去全，我想在全中国巡演。北巴不允许呀、啊！我把袋子一路带到上，因为我汉巴嘎没有吃完呢，然后我就一直拎着，一直滴溜着。我把别的吃了，然后有点饱了，汉堡就没吃完，等半小时一小时吧。嗯，那为什么会被吹得那么好喝呀、哎？营销做的。果然营销做得好真的很重要。霸王茶姬也挺好喝，觉得一般。我主要没喝过，我就很好奇，每天都看见，那不挺好吗？听到又怎样？等会北巴长沙巡演，吸下你这个白骨。嗯，不来就吸不到了是吗？找演员排队。懂了，以后开店我就买营销，买完以后我又搞点那个，我又搞点人来排队，搞点托。懂了，就缺营销。嗯，缺呀，我真的很缺呀，我真的缺呀，确实缺。大家多帮我宣传一下，谢谢。你今天是北巴世界巡演，那应该是比较遥远的将来了。希望退团前能有希望。店少的时候，哦，确实物以稀为贵嘛。再不来以后就是广告，那没有办法，那就是那也是公司的问题，那怪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哦，对，找演员来驻驻队列排队，然后就会骗人家来排队。那就是十来岁，嗯，你，我不好说，确实，找你，你专业打八折，那我还不如买几个小号呢，还得超过三个，周末来不及握手，握什么？来得及，发券就有人，那不也得花钱？他专业买热谁呀、啊？谁买热搜啊？他真买热搜啊？我想知道买个热搜多少钱，我真的很好奇。一个队列四个人，只有一个人才五十，虚张一下声势，问完然后就一起跑了。九天，哎呀，明天要上班，但是明天弄完就能走。如果大家都练差不多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合两遍就可以走。找北四握手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回来开播了。那差确实时间差的有点太多了。要看本身热度，要是那种像我们这样的糊呢，不能吃啥了。嗯，现在先吃个饭再去握，然后顺便还能给我带个十条，谢谢你。吃点芝牛堡，鼠老板的美味猫堡，
我有点困了，我今天，我真的很，我发个啥能上热搜？我发个风应该能上，什么样的风呢？那应该不亚于，不亚于偷拍，那应该要出点事儿才能上热搜。毕竟大家喜欢吃瓜，我你没地方站，居都站舞台上，哎，对，你不知道怎么弄的。一触摸，全部都站在上边了，真的。我一回去一看，台上全是聚聚。我应该得犯点事儿才能上热搜。那会儿都不用我买，我自己就能上热搜。让我犯点事儿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种东西太正常了，你好事绝对上不了热搜的，但是你做坏事就不一定。你干什么坏事，人家搜搜搜的，然后你就在热搜看到自己了。蹲蹲洗澡图有，哇，你们是不知道，那个我不是让小后辈给我照顾猫猫吗？好惬意啊，蹲蹲在那个宿舍。就是我们不在的日子，感觉他非常的开心，他非常的快活，一点都不难过。朱红龙碰慈母之本音，我就碰，我硬碰，碰不到我也碰。北巴出国巡演，应该能上热搜。确实，如果能都能出国巡演了的话，应该能上。看到我，你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，卫生间玻璃比中心还透亮。哦，你想感受一下吗？这是我把帘子拉起来了，那帘子要是不拉起来的话，就是我在里面洗个澡，外面都能看得清清楚。而且神奇的是，这个帘子啊，它是从外边拉上，它不是从里边拉上。我在想，他设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呢？他设计这玩意儿的时候，你说啊，万一人家是那种男女朋友，然后住一个标间，就人家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，他们只是住一个房间，但他们各睡各的那种，然后这个帘儿是不是就很尴尬？直播，分顶公司能帮买热搜啊，确实。那确实就很尴尬呀。对，朱红龙28选建职第一。只住一个房间，对，就是他们的关系就是没发展到那地步，只是住在一个房间的那种。然后洗澡的时候是不是很尴尬？就这玩意儿总之有点尴尬，我就不说我脑子里面是什么了。会被赶出房间。我说下去我就会被赶出房间。有一点心意就那个什么男，哎，忘了怎么说的。北巴第一，北巴一个洗一个出去买吃的。哦，确实哦，这倒不错。哇哇，天哪，裤子，你给我，你就是你治了，你给你谢谢你给我冲这个月的月季，业绩，太激动了，嘴都瓢了，谢谢你给我冲这个月，这个月的业绩，我突然就觉得就是这个月的，就是15万好像也不难，20万可能也有希望了，也有盼头了，就是这个生活好像都充满了盼头，祝你。哎，不是那个盼啊，是这个，是盼望的盼，不是那个盼，嗯，祝你出来住的酒店都非常的，就是物美价廉，一个洗澡一个蹲坑，嗯，哇，有点，我自从叫了牙以后，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口齿特别清晰。但是自从我叫了牙以后，有时候会有点，就是我会稍稍有一点点大舌头，但是就是不多的那种，不明显那种。然后就是
然后我以前就是呢了什么的分得很清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点绕不过来了。但是我以前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想不明白，是我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情的？是在我就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去重庆的时候，我说我要一杯墨绿绿茶的时候，我意识到了自己口齿不清这个问题。我当时说完自己都笑了，我说。然后茉莉绿茶被谁带歪了？前年我还没入团，不需要带。前对面的酒店，那还有酒店？哎，那还确实挺好的。我觉得他真的除了灯光什么都好。南方那边都有点讷了，哎，但确实会有讷了部分的，但我没有。我那了分得非常清楚，麦当劳后面有一个麦当，我都没在那附近逛过。今天还是个普通的，对，我是上一个普通的上网课的女大学生，每天上网课，每天萨迪卡阿赞，铲车金车朱红龙呢？有啊，不然看公园往哪里？我以为你们就是在周围找，但是如果对面就有的话真的很方便。碰到好多次兼职 staff， 感觉兼职 staff 就是经常也就是那么几个，因为大家都是在那里穿麦当劳据点是吧。我今年回泰国，我不回吧，不知道，应该不会回，今年应该不会。去泰国，嗯，说不定我要是没进北巴的话，我说不定到时候会还可能面试一下 BNK， 但是我觉得八成是不会过，因为人家卡年龄卡的比较那个比较小，喜欢小的，但是像北巴的话就没卡那么严，就是他有些他就是怎么说呢，他就是他写的招募是这个，但是你其实。接近那个年龄的边界，他就不太想要你。公园前麦当劳里都是蛐，坐在那等。BNK 在拍女同电影，哦，这个东西主要在这个东西在泰国太正常了，这个东西在泰国就很正常。我走在大街上见到全都是那种通讯录的小说。都是那种这种小说，泰国那边就这种东西还挺那啥的。八什么时候能拍？八那就不知道了。点赞好快，过眼做铁刘海，铁刘海，那看造型姐姐能不能给我铁出来。我倒想铁刘海呢，但是造型姐姐不知道能不能铁，不知道她的发胶怎么样。粉红理论吧，且截一个，想得起来的话去看看。困了，我困死了，我这几天都没怎么睡觉，我已经三天没怎么睡觉了。晚上好呀，我现在到高铁上都睡着，但我一会儿睡觉的话，我要先去把隐形金什么的都摘了，不怕被清算，那是一定会被清算的。16分钟，什么？我三天，那我猝死了。我说我没睡多久，三天睡了，第一天晚上睡了两三个小时吧，第一天晚上睡了两个小时，第二天晚上睡了四个小时，然后昨天晚上睡了5个小时，加起来9个小时，三天睡了9个小时。昨天收拾东西到个4-5点吧，然后躺下一会儿。对啊，那我只睡了3-4个小时今天，那我三天就只睡了，哎，算了，不用算了，就等于没怎么睡，三天睡了一天的觉，怎么你
你不要觉得你这个 ID 已经换过来了，你在我这你这个 ID 还没有换，你别装。我不是想练成是没有办法，注意身体好。主要这两天事儿也还挺多的，我就想今天看看弄完就早点睡。但是我还好，我明天下午才出发，他们早上就要去了，我下午才去，我下午2点出发好像，而且也不用化妆什么的，好像是不用吧，我记得早，给我一拳你打不到，你隔着网线打不到。什么时候去苏州？23号，23号去，一拳超人。戴王不理。我啥去苏州？因为金曲在苏州办呀，孩子，一看就是没有关注的。因为金曲在苏州办呀，好像还能送车。苏州，你什么时候去苏州呀？我盖个被子。哎，这时候就开了，25号呀！哎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拍 PV， 我真的要慌了。上海现在江城好方便。嗯，确实，但是好像有一天是没事儿。问我到时候商量一下。但或许不会是今天，因为我要困死。我困死了。但我记得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苏州，但是太久远了，想不起来。你得看谁拍，给你表演一个睫毛夹到双眼皮里。对，一些 PV， 我们最佳拍档的 PV 呀，我们自己拍呀，这个东西，我们自己拍的呀。眼睛会很不舒服，就是你连续3天戴美瞳超过8个小时以上，每天都是这样。我这两天眼睛就是都有分泌物的那种，有点发炎。哎呀，忘了买洗脸液。哎，失策了，来了吧？他们好像早上就来了。哪天不排练？明天排。明天要过，晚上好。我们熟吗？我们可以熟也可以不熟。给他买药，我一会儿看看。谢谢裤子的美丽梦境，好，天呐，你今天晚上就是我超人。我看那个美丽梦境，我今天晚上梦里都是权杖和什么呢？全是权杖。全是仙女棒，我就拿出魔法棒，还有什么呢？你看那流星划过一瞬间。嗯，好，排练戴口罩 ，OK。跳哪个？初心女孩吗？我上次其实想跳的，他们云过演的时候，但是后来他们三个人买了，我就没跳。嗯，反正有空的时候我挺想跳。什么时候认识？好久了，好可爱。哎，难得换过来了，怎么你去找戴王了？你就这一通操作下来，我已经知道你。你说你这有什么用吗？有什么用吗？新人刚入坑，你知道刚入坑的传统就是要给我送一个发电，
也跟柱国国王比较忠心。刚入坑，这是我们刚入坑的规矩，不能破。嗯，那个我之前不是有摄影，就是盼着我把头发染黑嘛，然后还想入坑，昨天刚入坑，啊，这国王不是墩墩，不，国王现在还是我，墩墩充其量是个皇子，现在的国王是我。现在的国王还是我，诸法第一条，对，诸法第一条加推送牌，人家都不敢加推了。没有，我只是在看他装羊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对，就算现在那个是墩墩的话。国王柱国国王是墩墩的话，我还可以挟天子。我真的，我哥，我太后，我掌权。说白了，还是我的皇，我的国，我的柱国，柱国还是我的，还敢这样，什么意思？对，我只是太后，我其实还就是我现在垂帘听政。我不到11:48，因为我现在眼睛也睁不开了，好困。我让我直播，一会儿睡着了，超级加倍。对，我超级加倍。我现在 就算这样，就算墩墩是国王，那我是太后，这样的话，我就那什么，这样的话我垂帘听政，我说的算。拿出魔法棒，把世界全都变漂亮。我很酷，我真的很酷。我现在在车上我是这样的，卸了妆就不酷了。嗯，也有可能，但是我还是要睡，因为我现在真的很困。我现在就是。架空墩墩，对，他登基了怎样？他得到皇位又怎样？掌权的还是我。淹死的鱼，恐高的鸟，爱我的你，鱼怎么可能淹死？鸟怎么可能恐高？你怎么可能爱我？我在房间车上很 happy， 我嗨了一路，我真的嗨了一路，中间就打了一会儿瞌睡，然后我又起来接着嗨，替墩墩哭死，墩墩自己哭，啊，他怎能不能雇个人给我卸妆？我就这样，然后他们给我卸，你又回来了，你去哪浪一圈？鸵鸟不会飞，那它重啊。那么大一坨怎么飞嘛，对吧？淹死的鱼，恐高的鸟，啊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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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它跑得快，鸵鸟不会飞，听我的会。就你会说话，烦死！那跑得快，你们看那个云南的高速路上都有鸵鸟在跑，也是恐高的双鱼座。我是不公平的天秤，你真想骑鸵鸟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。那个鸵鸟看起来不是很惊奇，感觉骑上去也不会很稳的那种。满地大象，大象有点影响交通，我们就是这两年废除了，过段时间就有了。听我的，淹死的鱼，满地大象，其实大家就是，哎呀，就是一般比较图方便图快嘛，大家还是开的车了，
大象一般就很少骑出来，因为大象比较的壮。大象比较壮，不适合天天往外骑。野生兔我在动物园见过，但是我没有怎么说呢，动物园它也是昆明啊，对吧？所以我是见过的。如果这句话不是废话的话，它还挺不废话的。鸵鸟能骑，那你骑不稳，你看它那小身板儿，你敢骑吗？骑上去，上去就坐不稳，它跟那跑，得先训，那得从小训，都还没消，没消呢，其实一直都在，只不知道为什么昨天看不出来，但其实一直没有消。我现在就跟我刚刚在车上一样，我真的有点困了。昨天可能光线，哪有？我觉得我今天昨天一直都很好看。或者说我看几点？四一，那我下了，我真的太困了，我要昏过去了。记得去，好，我一定会去的，不能让它干在我眼睛里。拜拜，晚安，这是真晚安了。我等我睡醒，翻牌，等我睡醒。谢谢北辰的爬，拜拜，晚安，调闹钟好，晚安。哎，没点到。谢谢盐城飞行的牌，谢谢小甜豆豆的爱的单车，拜拜。